轻松看行情，天天都愉快，酸甜苦辣咸样样吃得下。欢迎大家准时收看2024年8月26号财经麻辣粉，万明哥在天津跟大家问好啊。今天我们节目又移到中午来了啊，中午有中午的好处，早上有早上的好处，但是没关系，行情都是一样的啊。这个都是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些财经新闻啊，让大家能不能啊借这些新闻啊提升自己对市场的敏感度跟这个思辨能力啊。今天整个市场呢都怎么讲呢，这个弥漫在上个礼拜五啊这个联准会主席说要降息的这个气氛之下啊，这个涨多跌少啊，但是 A 股呢还是独一档啊，这个感觉上啊这个大家还是不太有信心啊。这个万明哥早上看一个新闻啊，证监会说啊要壮大买方力量，证监会发这种新闻啊，我觉得不如不发啊。为什么呢？你讲出来以后啊，如果呢市场的反应跟你的预期啊有落差的话，讲多了以后人家就帮你当放屁了啊。所以你不要让人家觉得你都在放屁啊，这点非常非常重要。那既然如果要讲的话，对不对哈，那你就让市场，对不对哈，真正展现出什么叫做壮大买方力量啊，这是万明哥的看法了啊。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好消息啊，万明哥礼拜六礼拜天我微信上很多朋友啊就传一些信息给我，哎，有一个新闻啊我注意到了啊，就是有一些啊这个不孝的业者啊号称基金一哥啊，这个基金呢基金一个就是基金业里的老大了啊，姓赵啊，赵学军啊，这个负责呢是嘉实基金啊，这网络上好多都已经报道了，我不是在那边这个凭空造谣啊，那个网络上可以连续停个两天都没有被删掉的话，可见消息不假啊。哎，被调查了，被带走了啊？为什么呢？他跟外方的邪恶势力啊合作做空 A 股。啊，这些王八蛋，真的除恶务尽啊！这个一定要把这些这个扯后腿的啊，这个做空中国资本市场的人呐、啊，对不对？消灭殆尽啊！这是万明哥的看法啊。那不管怎么样啊，这些都是为啊这个 A 股啊将来走得更长、更远、更好啊，一起来努力啊，这些都是必要的啊。我们今天呢，回过头来看啊、新闻啊。第一条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呢，当然还是上周五联准会主席啊，这个鲍威尔啊，在全球央行行长会议上啊，在美国怀俄明州的接生后这个度假中心啊，跟大家啊所演讲中啊所谈的一些事情啊，那大家都认为对不对啊？现在呢，他已经讲 policy shift 啊，就是政策已经要开始移转了啊，移转就是告诉你。之前是升息，现在呢要降息，啊，这个升息的周期呢已经 over 了啊，那现在呢我们必须迎来，对不对哈？降息的周期啊，这个是鲍威尔啊，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了啊。其实鲍威尔在接生后讲这个话，一点都不让人家觉得有什么意外啊。他也提到了，对不对哈？这个降息对不对哈？这个已经呢、啊、是大势所趋，而且在周五的美股上呢就已经呢、啊、开始反应了啊，就出现了明显的这种涨势啊，这个对市场来讲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一般来讲都认为啊，我们看这个 PPT 上面都是讲历届啊这个接生后啊联准会主席讲完话以后市场的表现啊。那这个市场的表现其实倒不是他讲什么话，而是这个他讲话的当下啊，整个市场的气氛啊是趋于，对不对哈？看涨还是看跌啊？如果说货币政策要转向宽松的话，那大家就会啊往这个看涨的期待啊去这个思考啊去布局啊。那反过来，这个刚好就碰到。这个利率周期啊出现了这种向上的这个情况的话，那当然对市场就不好了啊。但是呢，根据啊今天各方的报道，万明哥看了一下子啊，就是目前的市场啊基本上已经消化了九月份联准会降息
0.25%的这个预期啊，也就是说，九月份如果它没有降0.5%的话，只降0.25%的话，那可能市场还是会跌，就是这个行情可能还是相对会比较不利啊。也就是说，它九月份降息至少要降0.5%啊，这是市场对不对哈？已经把这把刀子抵在鲍威尔的脖子上。你到底要不要降啊？你既然要降的话，要降多少啊？你既然要降到大家满意，你不满意的话，嗯，别怪我不客气啊！市场就已经开始啊，用这个态度呢去倒逼啊，或者去威胁联准会啊，或者联准会里面呢负责利率政策决策的啊这些有利人士啊。我们现在看看啊，这个联准会里面的这些决策官员啊，高层官员跟市场角力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了啊？这个外明哥觉得，嗯，应该还是会降0.5%啊？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整个就业的环境啊正在走弱啊，这个是最怕的。为什么呢？11月份就总统大选了啊，你如果说没办法控制，还在不断持续攀升的这个失业率，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已经来到4.3%了。人家特朗普已经执政的时候，这个失业率是3.2%啊！啊，他拿这个话对不对哈？去跟现在民主党的啊这个哈里斯去讲的话，那民主党选起来就会很吃力了啊！所以万明哥相信啊，这个拜登啊或者民主党内的人呢、啊，应该会跟鲍威尔啊施一点压力啊，这个帮帮忙啊！我们现在呢正在选举关头啊，需要你多降息一点。啊，这个是外面哥的看法。何况市场呢，啊，也期待联准会啊做一些比较明快的啊，一些比较激进的这种降息的这种路径啊。这个是现在市场的看法啊。第二条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啊，这两天外面哥休假的时候，哇，好多视频啊，也有很多朋友都传给我看了、啊。这个黑神话悟空啊，这个目前来讲啊，它是全世界。啊，他目前人类有史以来，啊，由这个游戏，啊，这个行业以来，由这个电子游戏以来啊，卖的最好的一个这个游戏啊，已经卖了1000万，啊，大赚特赚啊，估计呢，游戏科学这家公司呢，营收已经达到了47亿啊，这不是一笔小钱啊。当然呢，有人会讲说啊，这个销售里面的80%是国内，20%是国外啊，还是靠中国的这些玩家捧场。没有中国的玩家的话，啊，这个黑神话悟空啊，没有那么厉害啊。也就是说，他得不到国际认同的话，对不对哈？他大家也不要把他啊讲得太神。这个话你讲对吗？也不完全是对。你讲错吗？他也没有错啊。为什么呢？啊，的确啊。中国的游戏啊，根据中国的故事啊，设计出来的内容啊和角色，还有玩法的话，当然是以先满足国内市场为主。但哥证明了一件事情，就中国的市场够大，你只要在中国市场啊做到打破历史记录的话，那等于就是打破世界记录。你只要在中国市场做到世界第一大了，不，中国市场第一大的话，你就是世界第一大。啊，就我记得以前那个王健林啊，做房地产那时候很牛的时候，是首富的时候，他讲说，这个要当这个世界最大的房地产商来讲的话，其实对中国的房地产商来讲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因为你只要做了中国第一大，那绝对是世界第一大啊。游戏也是这样的，你就知道啊，中国最大的本钱就是有庞大的市场，你只要做的东西足够好，能够吸引14亿人口，能够啊，盘活这个棋的话，对不对哈？你就可以卖得大好，这个可以让啊有志于此的或者想干大事业的，比如说要开发这个3A级的游戏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a lot of money, a lot of resource, 啊 ，a lot of time, 啊，就是花大时间、大金钱、大资源的游戏的话，对不对哈？啊，有庞大的市场支持你，啊，你不用担心。啊，不要太过于害怕啊，这个产品会失败啊。重点是你怎么把它做得好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但是呢，你说国外
占那20%，那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啊，1000万里面20%，那就200万啊，何况啊，黑神话这个悟空这个游戏啊，在上市的过程中呢，啊，在开发的过程中呢，其实一直遭到啊国外一些无良媒体的打压啊，比如说万明哥跟大家去找了一个游戏的专业的一个网站啊。他就批评哦，啊，他批评什么呢？啊，他说 "Break Myth 悟空"就是黑神话悟空啊，怎么样呢 ？Release 啊，这个 data 啊，这个 but 啊 ，still no reply to 啊 report of six season，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黑神话游戏啊，这是去年底的一个新闻啊，黑神话游戏到现在还没有做什么 reply， 到现在还没有做回应，什么回应呢？有关于啊，他性别歧视 ，sexism 啊，就是早在黑神话啊，悟空还没上市之前啊，做上市前一些官宣消息放出去以后呢，国外有一些媒体就开始啊鸡蛋里挑骨头啊，认为这个游戏里面呢涉嫌到啊性别歧视，哎，一个游戏怎么跟性别歧视这么严肃的议题扯在一起？啊，他的理由也很好笑，他的理由呢，就是啊，这个游戏里面呢，啊，女的都是坏人，啊，什么盘丝洞里面呐，啊，还有什么铁扇公主啦，啊，还有什么白骨精啊，对不对？都是女的，都是坏人，啊，这个为什么把女的都讲成是坏人？那就是性别歧视，啊，当然呢。黑神话悟空的这个制作单位呢，他们面对这个质疑的时候，就很坦白的讲啊，我们是忠于原著啊，《西游记》怎么讲，我就怎么去做，去啊建构这个内容跟这种剧情啊，啊，我们就是要做出一个啊忠于原著然后好玩的游戏，没有别的啊。那大家如果注意一点的话，对不对哈？这个这几年啊，这个美国啊，还或者有一些。希望有一些国家啊，强调自己比较开放的国家啊，这个有一股啊邪风叫做 LGBT 啊 ，LGBT 大家都如果我跟大家讲一些 ，L 就是蕾丝边呐啊 ，Lesbian 就是女同性恋呐、啊、，G 呢就是 Gays 就是男同性恋呐、啊、，B 呢就是 Bisexual 就是跨性别的人啊，就是不男不女的人呐 啊。那个 T 呢，就是 transgender 啊，就是变性人，啊，就是形成一个势力，啊，这个势力呢，嗯，见风所指啊，啊，就是要求啊，现在的社会规范呢，啊，要一切满足他们的这种需求。哎，这个东西啊，对不对哈？我这样子讲，我个人的看法啊。所以有些东西啊，比如说这种同性恋啊，是天生的，啊，对这种人呢，我们当然要去包容啊，啊，但是包容也不表示说你就可以啊主宰这个世界的，啊，这种规范跟秩序啊两回事啊，啊，就像大家都知道汉文帝，汉朝的汉文帝啊，也算是历史上的明君嘛，明君啊，就是文景之治的开创者，汉文帝就是一个双性恋者啊。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但是呢，他那些男宠啊，他可以给他钱，可以给他金山银山，但绝对不会让他当皇后。你懂我的意思吧？对，皇后就是女的，啊，你那些男宠他喜欢的那些男人，对不对哈？我可以让你有任何荣华富贵，啊，但是呢，你就是不能当皇后，这是。基本的底线，大家懂我吧？大家懂我的意思吧？大家懂我的意思吧？你是同性恋，那没办法了啊！但是你总不能同性恋两个人一起结婚，还要组成家庭，没办法生孩子，还要去给人家收养一个小孩子，然后这个小孩子你从小就啊，把他灌输啊这种比较不是啊合乎常道的啊这些所谓的性别认同观念。那你就不对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大家懂我的意思吧？你天生有一些特质，啊，我们觉得对你觉得很抱歉、很遗憾、
很同情，但不能因为对你的同情去改变这个社会的基本秩序跟规范嘛，那不然不是天下大乱了嘛，对不对？黑神话悟空在开发还有发起之前就面临到这个很大的这些困扰啊，甚至于呢这个网上都传了，有个叫做这个 Beauty Baby 啊，就是漂亮什么宝贝的一个公关或者游戏咨询公司啊，要求啊这个制作单位啊，就游戏科学公司啊，给他$700万啊。为什么给他$700万呢？$700万，他的意思说我可以帮你做公共关系啊，我可以指导你啊，这个游戏呢怎么样符合啊 LGBT 的啊，这些人的认同。那这个事情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原则啦啊，我觉得这个是颠覆三观的事情啊。那游戏科学这家公司很有 guts， 断然的拒绝啊。这个拒绝的结果呢，反而对不对哈，在游戏圈里面得到很多的这种认同啊。比如说这个 Steam， 它里面有个评论呢，就说啊 ，I don't care 啊，这个游戏是 good or bad 啊。All I care， 我只 care 支持啊 ，supporter 一个 good devs， 就是好的一个开发团队啊，然后呢去对抗那个邪恶的啊那个一种势力啊，然后呢避免这个游戏产业被摧毁啊，就是任何事情呢都有一些基本的道理，所以大家你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你要开发出一个能被全世界玩家认同的啊，消费者认同的商品啊，特别是涉及到像游戏这种比较啊，除了啊这个满足休闲的这种需要啊，玩乐的这种快乐的这种基本需要的话，还有很严肃的文化这个输出的那种这种题材的话啊，它所面临的这个阻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说游戏产业都把它归类为泛文创产业啊，它里面有很大的文化意义啊。所以讲到这个新闻，你就晓得啊，这个它有它的困难啊，我们应该给它多更多的这个鼓励啊。那你讲这个新闻的话，这个上个礼拜五，马斯克啊看了今年4月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啊卸任前的一个视频，他就 praise 啊，就点赞啊，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因为李显龙在这个里面啊就提到了啊这个LGBT 啊，这个马斯克恨之入骨的这个 wokeness 这种所谓觉醒文化，大家都知道嘛，最近新闻大家有看嘛，马斯克的这个大儿子对不对哈，这个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被人家诱拐去变性，然后最后呢还跟马斯克断绝这个父子关系啊，他对这个事情觉得非常的愤恨啊，非常的义愤啊。那李显龙在里面就提到这个觉醒文化的问题 ，LGBT 的这个问题啊，他觉得这个东西啊不应该啊太过于盲从这种概念或者这种潮流，因为呢会破坏一个国家社会的凝聚力啊，他会把很多事情呢、啊、搞得大家神经质非常的敏感啊，你这个讲了一些话对不对哈，让这些 LGBT 或者提倡觉醒文化人听得不爽的话的话，哎，他们会用一种群体的力量啊去压迫你啊、哦、哎，万明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具有这种性别倾向的人啊，一般来讲都比较极端。一般来讲，我不是说每一个人啊，一般来讲就比较极端。尤其啊，变成一个群体以后，啊，相互的这种帮衬啊，啊，相互的援引啊，啊，这种相互的这种激荡啊，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们会啊有意无意的去膨胀自己的意识哦，啊，把这种不是那么合乎常道的事情呢变成了一种常规，要把它给正常化，那就讲不好听的话就是泯灭人性颠覆三观了啊。这个万明哥
跟大家明明白白的讲，我是不能接受的啊。何况就像马斯克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啊，某一个年龄，特别是在这个叛逆期间的时候啊，人有的时候会产生啊那种性别认同的迷思啊。你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本来应该给他予以啊辅导，让他走向啊这个应该有的啊这个道路，而不是对不对哈？去利用他一时的迷思，对不对哈？把他误入歧途，你知道吗？带入歧途，这非常不好的事情啊！我讲个不好的话，今年奥运呢、啊，最让外面一个看得不爽的事情，就是那个拳击啊，他明明就是那个阴阳人，你怎么可以让他报名那个女子拳击赛呢？你怎么不让他去报名男子拳击赛呢？他去报名男子拳击赛，一定被人家揍得痛扁，一定被人家揍成肉饼，啊！那他利用他身体上的这种优势，啊，他的染色体检测出来结果，他就是个男的嘛，你就要把他拉在女子组里面去打，那当然大家会觉得不公平嘛，是不是？我这种事情的出现啊，就反映出来啊，他对这个社会已经在无形之中啊，产生了一定的破坏力，啊，这是万明哥讲的。这是外面一个看法了啊，所以这个 break miss 无控啊，这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资讯发达，对不对哈？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啊，这个让人家无语的啊一些现象啊。这个我觉得啦，我自己也许你可以讲我很保守啦啊，觉得我很固陋，我没关系啊。但是每个人自己有他自己的坚持啊。这是万明哥的看法了啊，跟大家拿来啊交换一下意见，你可以不赞成没关系啊。回啊，对对对对对，雅雅你好，谢谢啊，博派谢谢。这个杨子雅雅大家好啊，麦穗大家好啊，乔老爷啊，不掉队啊，万明哥中午好，没行情听新闻不掉队啊，乔老爷真的是明智啊。名字名字，这个宝龙你好，东方的明天你好，三世星星啊，大家好啊，这个马达你好啊，赞哥你好啊，这个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看一下，嗯，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第三条新闻啊，哎，这个跟房地产有关系了，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所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它可以反映出，它就像一面镜子啊，这个事件就像一面镜子，什么镜子呢？可以照射出我们现在房地产真正的状况啊。他讲合肥女子啊，在长沙有87套房啊要拍卖，什么样的人呢会有如此多的啊这种巨额资产啊？根据新闻里面的啊报道，好几家媒体都有报道啊，这个女子呢姓李。啊，他不是安徽合肥人，他因为呢非法集资啊，搞了个投资公司，这个骗来的钱呢，除了供自己花用之外呢，他去买了很多房子，啊，光在长沙呢就买了啊这个80几套，那在那个合肥呢也有90几套，啊，那现在他被人家查获了，那这些公司呢，这些房子呢就拿出来拍卖，这个拍卖啊。对不对哈？就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了。对什么压力呢？对房地产市场啊，就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啊。因为为什么有这么多打了折的房子出来到市场中啊？那你想想看，对当地的房地产来讲的话，那的确不是一件好事情，尤其是在房地产不好的时候啊，不好的时候，这个万明哥去帮大家找了一个资料啊，今年上半年啊。这个被法院查封然后拍卖的房子呢，今年上半年啊，已经来到了41万套。去年全年是39万套，啊，就是去年12个月加起来是39万套，那今年光前6个月呢就41万套，你就知道房地产有多惨，啊，房地产有多惨。那前年呢？啊，前年呢，对不对哈？有35万套，也就是说啊，这个2024年不好，2023年不好，2022年已经不好了
啊，因为2021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是44万套啊，那现在呢刷新历史记录，今年光上半年啊，那如果下半年的话，加起来那更不得了啊。然后呢，拍卖以后呢，流拍的比例今年呢是创了一个新高，86.6%啊。然后呢，去年呢是85.5%，前年呢是82.9%，啊，连续三年拍卖市场流拍率创新高。那你说好不好？那当然不好了，当然不好了。那然后呢，这个图里面还有一个数字啊，它叫做呢，它叫做折扣率啊，就折扣率就是这些房子拍卖的时候啊，打的折是多少呢？啊，今年是80%，去年也是80%啊，基本上呢都是以80%做起跳啊，就是房地产这个出来以后就按照市价嘛，市价打80%去卖，结果还流拍，那表示什么？表示现在实际的成交价格对不对哈？是一般市价的80%。啊，也就是说呢，你挂牌的那个价格呢，对不对，都是虚的。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房地产嘛，现在有多低迷，啊，那更重要的呢，怎么形成的这个现象呢？那由这个合肥李姓女子她所持有房子的状况，她衍生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她怎么可以买那么多房子？那就是跟银行啊，结合在一起，一定有银行在支持他，支持他啊贷款啊，支持他啊各种的这种资金的移转，是不是啊？银行，所以呢，房地产的风险呢、啊、是跟银行的风险紧扣在一起的啊，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啊。当然，这个也可以证明一件事情：今天房地产的风险也是银行自己造成的，因为以前银行什么都不认嘛，他就认房地产嘛，是不是？而且不但认房地产，而且还可以高估，那就麻烦来了啊。第二个呢，它就形成了流动性的陷阱，所有的钱一拿去买房子，这个流动性就套在房地产里头啊。他有80几套，另外那个有50几套，还有人有30几套、20几套、100多套的啊，这个国家银行呢，对不对哈？印钞票，啊，提供流动性，啊，什么麻辣烫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哈？什么酸辣粉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这些政策啊，什么逆回购啊，对不对哈？完全都没有用，啊，一旦碰到房地产呢、啊，它就形成了资金的无底洞。第三个呢，对国家社会经济毫无益处，啊，除了形成资金的排挤效应，影响到投资，影响到消费之外呢，啊，他持有这么多闲置的房地产呢，啊，也不用缴税，啊，然后呢，这个也没有流动，啊，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苛征什么增值税，完全没有任何帮助，啊，建商投资钱批了地，投资钱盖了房子，然后呢，向银行拿了钱去买这个房子，在这一整套啊，这个建房、买房、啊持有的这个过程中呢，啊就形成了一个封闭，啊就变成一潭死水。你说这个问题大不大？啊，这个问题呢，万明哥跟大家讲，一两年之内不会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因为这是中国国家统计局每个月都有全国70大城市。啊，新房跟二手房的交易的统计调查，啊，已经连续28个月，二手房28个月啊，都是环比衰退，啊，只有一个城市呢，最近3个月出现了环比上涨，上海，除了上海以外，全部都在跌，包括北京，啊，这个跟大家。现在就是房地产这个现象。那你说新房呢？新房现在就是第一个供给量大幅缩减，
大概只有以前供给量的五成不到。啊，但是呢，即使在新房供给量紧缩的情况之下，啊，除了上海、北京之外呢，所有地方的新房呢，环比都在下跌。啊，这个大家知道现在房地产的形势，你就知道为什么前几年一直有人在讲啊，房地产啊这种发展啊是不可持续的，道理就在这边啊。现在我们现在所尝到的房地产啊这种泡沫的这种恶果啊，都是以前种下来的，种什么豆得什么果啊。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下一条新闻，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的真主党啊，这个礼拜天的时候干起来了，干起来了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国外媒体的报道啊，就是以色列攻击了黎巴嫩啊，哈日波勒就是这个真主党啊啊，那真主党呢，对不对哈？用什么呢？去反击攻击以色列，用无人机跟火箭。啊，你打我，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啊，好不热闹啊！那我们再看啊，这个另外一个新闻呢，就是以色列和真主党啊，哎，这个 Hezbollah 这个就是真主党的念法，以色列和真主党对不对哈？在主要的这个导弹攻击上面对不对哈？对不对哈？让局势啊感到 fear grow。就整个局势的忧虑啊，啊正在高涨，啊大家怕这个，怕这个战争啊持续下去，我这样外面一个跟大家讲啊，以色列跟周边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对抗啊，一定是会持续下去的，啊一定会持续下去，因为以色列只要看到周边国家可能对他形成啊立即或潜在威胁的话，他就派飞机去炸。像这一次，这个真主党去打以色列之前呢，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开火呢？就是以色列先出动了，啊，100架次。万明哥看 PPT 右边这个下面那个红色啊，100架次的 jet 啊，就是喷射战斗机呢，先去打以色列，不是先去打这个真主党，啊，他大概从这个情报收集啊，还有这个通信的监听上面啊，特别好。发觉真主党要动手了，所以先下手为强，派了100架战斗机啊，是过去十个多月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但是这100多架战斗机去轰炸黎巴嫩真主党以后呢，对不对哈？没有去阻止，没有成功的去化解了啊这个真主党的攻击啊，真主党啊在受到攻击以后，像以色列呢。发射了300多发的这个无人机跟这个火箭啊，那有没有造成损失呢？一定有嘛啊！虽然大多数的都被以色列给拦截了啊，你可以看这个照片上啊，就是以色列的铁穹啊，这个飞弹打到真主党的火箭的这种情形啊。万明哥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就是热闹有余啦，影响有限啊。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也没有那个能力啊，去消灭真主党。真主党也没那个能力去消灭以色列，所以他们会长期处于紧张对抗的状态之下。啊，你今天打我一下，我明天打你2下，那你后天踹我2脚，我也要找机会回你一下子。啊，就处于这个状况。但你说会大规模的吗？以色列敢这个派几万大军攻入这个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基地吗？他也不敢。啊，那你说真主党这些飞弹号称有10万枚的火箭飞弹，对不对哈？可以灭了以色列，那都是打嘴炮，啊，他这个可能他应该也没这个能力，啊，那这个情况之下，所以万明哥讲啊，就热闹有余啦，影响有限啦，啊，那旁边还有一个真主党背后的支持者伊朗，啊，也讲说要打以色列，已经讲了3个礼拜了，到现在呢，啊，那个完全没有动静，从7月30号。这个哈马斯的政治局主席哈尼亚在这个德黑兰被以色列干掉以后，伊朗一直说要报复，到现在还是没有看出有任何的行动。但你说有没有损失呢？啊，
以色列的军事那个能力还是比较大一点啊，它有飞，它有这个战斗机啊，有各种高科技的这些武器啊，那人家没有啊，所以它感觉上比较占优势，但代价也很惨重啊。啊，为了这一次的这个冲突呢，以色列呢全国72小时警戒，啊，就是礼拜天不用上班，礼拜一也不用上班，礼拜二也不要上班，大家躲在家里头，躲在防空洞里头，不要出来乱跑。你这样下去对经济一定会有影响嘛，是不是？那你说完全没有威胁吗？如果真的没有威胁的话，那美国干什么要派2艘航空母舰啊？这个在中东地区啊，一个在地中海，一个在这个阿拉伯海，在那边待命啊，就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啊。这个2艘航空母舰听说了，不打仗啊，就光那边在海上巡游一天就要花1500万美金，哎，何苦嘞？何苦呢？为什么不好好相处呢？啊，这是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新闻。再下一条新闻，啊，这个跟大家分享啊，这个礼拜天，欧洲最大的社交平台叫做电报 Telegram 啊的负责人跟创办人还有 CEO 呢，啊，叫做帕维尔啊，杜洛夫啊，在法国被捕了。啊，他本来呢去亚塞拜疆，回到法国的时候呢被抓了，被谁抓呢？被法国宪兵队。被法国宪兵队抓的话，那就很不简单了。因为法国宪兵队大家了解一下，他这个单位啊是一个很特殊单位啊，他介于警察跟军事力量之间啊，他其实目标呢就是透过军事手段啊来维持法国的治安啊，他比一般的这个警察所展现的力量更大啊，被法国宪兵队给抓了啊，他可以管这个法国宪兵队，可以管老百姓，也可以管这个军人啊。那抓的理由是什么呢？他透过这个平台啊 Telegram 的这个平台啊，这个进行呢洗钱、贩毒、诈骗、宣扬恐怖主义思想，这个罪有点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啊，这个万明哥觉得这个事情啊，没有那么单纯。我们看啊 ，Telegram 啊，这个社交平台啊，它这个全球的这个活跃用户啊，啊，大部分都在欧洲啊，有9亿多人，大概9亿5-6千万人，有没有影响力？有影响力。哎，那就妙了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就是因为你有这么大影响力，我敢跟你打赌啊，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欧洲啊一定会搞一个人去接管 Telegram 啊这个平台。为什么要找一个听话的人？你不能老是扯我后腿啊，你这样懂吗？那这个兔死狐悲啊，感到最害怕的呢，就是马斯克。马斯克就说啊，现在这个平台的经营者啊，就像已经面临一个 danger time， 就是一个危险时代，啊，随便这个 mem 一下的话，就是英文里面叫 meme 啊，就是你只要在互联网上传一个图片啊，这个动作的话，都可能呢被抓起来，啊，这个绝对违背了啊西方一直强调的啊这个言论自由啊，然后呢，马斯克在美国参议院呢，啊，去作证的时候啊，还特别为了这个事情提到佐克伯格啊 ，Zack 批评了佐克伯格 ，No arrest 啊，就是脸书的老板佐克伯格啊，在马斯克认为来只有他不会被关，因为呢他配合度最高，配合掌权的人，配合主政的人呢啊。对于平台上的使用者呢进行内容审查，那这是马斯克最痛恨的事情。那你说要不要内容审查啊？那如果涉及到伤风败俗来干嘛？那当然不宜啊，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尺度就很难拿捏了，因为你很容易啊就跟政治上有权有势的人勾结在一起，去掌控一个社会啊，不管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啊，比如说美国就掌握这个脸书啊，在世界各地呢发动这个所谓颜色革命啊，去控制呢啊他这些所谓的盟友啊
或者他这些小弟，啊，像这个对岸的小弯弯啊，他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啊，就经常受到这个脸书的影响，啊，那脸书背后的大老板呢，就是美国政府嘛，啊，这个就是现实所在了啊，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最后一条新闻啊，这个美国媒体啊最近报道啊，中国啊发表了一个大型的啊叫做Kamikaze 就是自杀式的无人机啊，叫做 PD-2900，航程呢2500公里啊，而且还有隐身的功能，后面呢装了两台的这个涡扇发动机啊，威胁性非常的强啊。那这个也提到啊，咱们人民子弟军呢，对不对哈？现在也用到这个所谓扑翼式的无人机啊，这个仿生鸟类的这种无人机啊，这个很厉害啊，啊，这个别的国家都做不出来，只有中国做得出来。那除了这个地方民用，现在这个很厉害啊，这都是不是军工企业，都是民间企业在搞啊。你看啊，这个上个礼拜五，湖南啊有一家民企啊，他开发了一个叫做AS750U 的这个无人运输机啊，载重量已经突破到3.2公吨，是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万斌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估计啊，2个月之内就会有人啊造出比它更大的这种无人运输机。万斌哥在节目中讲过很多次啊，这个会改变整个航空运输业的生态啊。啊，你看这种涡轮螺旋桨的这种运输机啊，很方便啊，它只要一个300-400公尺长的跑道，它就可以起飞了，啊，它就可以起降了，啊，所以呢，适应性特别的强，啊，灵活性特别高，啊，可以大幅的降低啊这个运输的成本，提高啊这个物流业者的这种效率，啊，这个是非常奇。你看我们现在啊，而且航程一下就2000公里啊，你从这个天津啊、北京啊飞到上海啊，啊绰绰有余啊，是不是？所以航空运输业啊所带来的这种便利啊，特别好，就是靠无人机了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这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拜拜。